蛮鲁小的啦，就我觉得慢，我就过来吵他们一下说，我车变慢了，可以帮我调啊？每次帮我调就要调个五六次啊，他们也没说什么，就马上帮我调，调到我满意为止。然后今天东西有状况，我跟阿甘讲我什么东西故障了什么的，他就直接跟我说放心，我绝对帮你用得好，就是一种保障吧。其实很简单，车有问题了就找哥哥。感情有问题了就找哥哥，遇到瓶颈了就找哥哥，因为比我们年长，但是又不会像说父母这样子，会比父母给我们还有亲和力，所以会比较听得他下去他的建议。来这间店那么多年，其实有一个像 family 的感觉，就家的感觉了。对啊，因为之前都是赚钱改车，赚钱改车，可是都是其他行业，不是在坐车。然后可是我来到昆达这边，昆达只丢给我一句话：自己想办法。对，然后就自己玩，自己玩，自己摸，然后就玩玩，越玩越有兴趣，想说自己也会一点点，刚好有个机会，那我就进来上班。对啊，教会我其实应该是 QA， 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个性是不会去跟任何人讲话，只要我跟你不认识。可是服务业逼不得已，你一定要去想办法跟他聊天，就算他很难聊。其实以前自己只是爱陪，自己爱陪，可是对车子只略懂一点点而已。可是现在自己爱陪，那自己修，自己改，自己修车，就是完美。对啊，就是真的就是我想要的。其实我原本就是这边的客人，对，那时候是从事在餐饮业。后来想转行，可是又不知道说要转什么。改车就是我的兴趣。后来得知就是说，他们刚好在缺小编这个职位，那就是说粉丝团的管理真的是从零到有，是完全没有基础的观念在。就我进来之后，然后才真正在用粉丝团这东西，然后去推广啊，给大家知道我们立业这间店。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，你努力肯学，学起来就是你的。看到摩托车的时候就觉得还蛮有兴趣的，然后找了一间传统店就开始学，学了之后发现有一些问题是传统没有办法解决的，后来就来了这边就开始慢慢学，学了之后就发现越陷会越深，而且发现的问题会越多，对，然后就开始从自己的车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改。其实当时也是算蛮冲的吧，就是想什么就做什么，然后就开店啊，就是不会的就是问啊，因为以前在学徒的时候就很多朋友，就交很多朋友，然后边做边学，有问题就是问同行，懵懵懂懂就这样子开的摩托车店，然后身边应该是说很碰到很多贵人吧，一路走来就店越做越顺这样子，改装。也算是兴趣吧，就喜欢交朋友啊，因为你会这样子大家一起玩车改车，然后去跑山。我最喜欢的是环岛啦，就骑车环岛这样子，一年会安排个一次啊，大家一起出游去环岛这样子。一般的传统车行啊，就是比较就是到处都是油啊，就是地上就黑黑脏脏的这样子。我比较有洁癖哦，我不喜欢环境这么脏乱，也是慢慢的从装潢开始才越来越精致这样。因为一开始开店的时候也是很随便，因为也没有钱啊。对啊，就是慢慢的赚钱，慢慢的存，然后再加一些设备啊，然后把店面装潢的比较精致这样，带给客人不一样的感受。Do you know the way?
的。